CLSTAR 继七月嘅红馆歌唱之后，呢晚再喺九龙湾开 show。虽然场地细咗，不过现场气氛都非常热烈。CLSTAR 仲特别翻唱咗一连串梅艳芳嘅经典金曲。话说 Jace 同超峰在上个月推出的 MV 入面有接吻场面，所以一唱到新歌，台下歌迷就即刻起哄，要求他哋锡多次。而 Jace 都表现得非常配合，不过今次他锡的对象就变咗安仔啦。Jace 有咩咁心血来潮，送咗一个礼物俾安仔咁啊？因为我自从拍完《还有四十八小时》的 MV 之后咧，俾我开通了，我的人生已经被超峰开通咗啦，系啊，已经豁咗出去噶啦，系啊。当他哋如果跟我讲话要追的话咧，我是毫不犹豫的，冇問題，我都嚇嚇，係啊，我話冷箭一放，驚你，仲要嘴對嘴添 ，Don't pick me， Don't pick me， Don't pick me。咁頭先見到安媽有冇啲尷尬啊？即係安媽冇望我啊，頭先喺後台影相嗰時候，收佢心諗，你個衰仔，做乜嘴我仔？安媽係太 open。MV 都睇慣啦，係啊，咁冇乜嘢啫，係啦，我諗多咗可能係，諗多咗，諗多咗。安仔呢晚亦特别在台上多谢妈妈，令其他成员都深受感动啊！妈咪可能身体可能差有啲抱恙咁样啦，咁所以呢排我可能陪佢复诊啊等等成，佢觉得阻住我啊，咁我所以特登同佢讲话，其实我自己会安排到时间嘅，你唔会阻到我嘅，系啦，反而我同佢相处嘅时间更加緊要咯，所以喺台上面特登好似示愛咁樣。佢成日同佢阿媽去拍拖，同埋我見慣噶啦，即係成一對情侶咁樣。佢哋啲嘴嘴仲會，會令到我哋覺得哇！即係世界上原來冇自己嘅關係可以去到咁 sweet 嘅。